殿下，殿下，是有噩梦了吗？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 殿下是妾的丈夫，也是妾的君王，殿下一定会保护好妾的。别动，她在跟我说话。听什么？还早着呢。要是妾能给殿下生个世子就好了。我更想要个郡主。他日后定会平安的。你们都会平安的。